中方呼吁冲突各方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，立即停火止战，阻止人道主义危机。中方将继续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，为中东问题的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，为局势降温贡献力量。美方尤其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。